来关心溪口乡的消息。田纳卡教育基金会伫溪口田纳卡村是一个在地温馨的补给站，由王氏家族祖厝改建成立。一平长五分钱规划，每礼拜一到拜五拢提供中昼顿甲暗顿，服务在地长者、独居老人。厨房人员认真送餐，获得各界的认同。日前成立新的厨房，有全新专业的冷冻炊煮设备，真心力的扩大送餐的品质。田纳卡教育基金会在溪口田纳卡村是一个在地温馨的补给站，由王氏家族祖厝来改造成立。执行长吴坤贤规划，每拜一到拜五拢提供午餐、晚餐，服务在地的长者、独居老人。厨房人员也是非常的认真，送餐获得各界的认定，有好的风评，来了各界的关注。新的温馨厨房日前来落成，有全新专业的冷冻蒸煮设备。这是我们冷冻冷藏库啊，这个是专业级的啊。对对对，又能冷冻空调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赠送的。是是是。这个是我们的潜艇冰箱，就是我们准备好的食物呢，哈，我们会放在这边有三天的时间，啊，就是纯粹就是做潜艇用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有洗碗机，啊，消毒柜，这个都新设备啦，对，节流沟，然后还有油水分离槽，是，荤食跟素食是分开的，啊，像这个是做鱼肉啊这一方面啊，那这边是蔬菜水果，啊对，啊，然后有两个快速炉，一个大炒锅，还有蒸炉，还有煎台。啊，煮汤煮饭，啊，这个大的蒸笼，所以我们为了服务更多的这个乡民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很感谢呢，哈，屋主，郑景山夫妇呢，哈，他们愿意提供他的老房子，然后无偿提供给我们，让我们来修复作为厨房使用。那这一栋温馨厨房呢，哈，主要是结合社会大众啊。所以，董事会以外，就是还有我们社会局，啊，还有这个社会大众呢，哈的一个爱。读书在嘉义县卫生局举办的老人健康餐比赛也获得优异的成绩。田纳卡基金会送餐收费仅在50元，也以服务的性质为主，更尽心力扩大送餐的品质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溪口乡采访报道。